OK，那么如大家所见，我们的这个飞机已经修好了。然后这个本来是一个山洞，大家记得吗？这个山洞上面的这个天啊，这个天是那个石头和土，但是现在呢，上面的这个舱门也打开了，我们就即将前往他们所说的这个基地。Sergeant, good to see you. 那么它这个I 基 gotta go. 地到底 See you 是什 around. 么呢？我们来上飞机看看。Death from above. It's the only way to fly. 这是在海上啊，还下着雨。难道是钻井？又是钻井平台？不，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喜欢钻井平台？就是英克雷啊，英克雷怎么这么喜欢钻井平台？又来一个是吧？真狠啊，英克雷！这是波士顿海，就也就是意思这是波士顿旁边的钻井平台。我懂。哦，就在前面，大家看。等等，但是有狂吃鬼啊！有狂吃鬼，各位，我们要清空这个地方才行。这个游艇上的人不是，这个钻井平台上的人已经变成尸鬼了。你这个飞机能不能飞得稳一点？这是什么也打不到，就这，天，有点艰难。这边他们倒是挤作一群比较好打。要降落。还是近距离才能打，准备降落了。都是我们要把丹斯送回去了。丹斯在这里挡着，烦人。哇，这一场防守战是真的壮观。因为是用旋转机枪的。OK，我们清空这个地方。要不是这顶旋转机枪，就没有那么肉。Dance, ready to continue our mission, soldier. Ready. Roger that. 刚才为什么要送他回去啊？我搞不懂。Sir. Yes.Tell me about yourself. I don't think. Never mind, actually. All right. 好像晴天还在下雨，这就是太阳雨。那这边有很多可以给兄弟会拿去的样本。哇，这一堆。一堆都分不出来。
先捡一下垃圾。我们现在任务是什么？找到进入油井的路。超级杰特是什么的？好多可以培养的血液标本，一大堆。哎，Well, let's see what you required. 他带不动，你呢？你还能带？这些停机坪以后会不会有其他飞机呢？ Carrying too much gear is tactically dangerous, soldier. 我需要个工作台把这些东西拆掉，这样就不危险了。丹斯，你快去给我找个工作台过来。你找个工作台，我们就不害怕了。你不找工作台，那我们当然不太行。那钻井平台上看这僵尸的架势，肯定不少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先把东西存在这里吧，太重了，否则我们先把一些重的东西存在这。OK 呀。OK，OK，这地上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不，这为什么地上这么多这种罐瓶瓶罐罐？这海上气候不太好，这个油井，起码我看着是这么觉得。这边是一个平台，没有什么东西。这是干嘛的？各种油啊，这果然是一个油井，是吧？这顶上难道是有什么特别的？没有，还有海鸥，这个作者做的其实挺用心的。还有海鸥，而这边是死路，所以我们是需要向上走，我们是需要上那个楼梯的。看来只有一条路啊，进入幽井，因为这些路都被封死了，或者说砸坏了。所以指挥部已经沦陷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，这就是个问题。哦，升级了。这个雾让我比较难搜刮东西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是进去的路，这是进去的路。我们先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东西。这个降落平台，这边有没有什么？你不要挡着我。这边下去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边刚才也可以上来，就是说，
哎，军事行动部门，这边是军事行动部门，我们按照任务走，我们还是要先去那个部门，不是，先去钻井平台内部，不是那个部门。OK，就是这里。为了防止进门有怪直接把我们拍死了，我们存个档。嗯，哇，这个地方是个陷阱，可恶！这地方是个。这地方是直接就掉到海里去了，各位，这搞笑呢，这个。OK，那我们还是要走军事部门，还是要走军事部门。80号、8号避难所的是，88号避难所是怎么逃到这么远的地方？奇怪，这应该是在波士顿，虽然说是近海，但也没有那么近吧。OK，是这儿了吧？看来是。That looks like the command room. Peterson and I will try and get things running from there. There's more to this oil rig than meets the eye. Within the bedrock beneath us should be a production facility and reactor. 人家还有工厂和反应堆呢。Restore the power and then return here for further orders. Too much gear is tactically dangerous, soldier. 简单来说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地方恢复，恢复各个设施、各个区域。各位，我们不小心偷了个东西，太尴尬了。太尴尬了，我坚持不能偷东西，除非是那种，比如说我们要调查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必须要拿，那才能偷，否则我们绝对不能偷任何其他的东西。还好我们的档，大家看到经常存档的好处了，就是直接就 OK 了，我们读个档就回去了，很快。That looks like the command room. Peterson and I will try and get things running from there. There's more to this oil rig than meets the eye. Within the bedrock beneath us should be a production facility and reactor. Find a way into the facility, restore the power, and then return here for further orders. 听到尸鬼的声音。这个突然有点，如果大家看过美剧《Z Nation》，就是《丧尸国度》的话，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叫 Citizen Z 的，就是 Z 公民，Z 公民就像在这么一个基地里面，然后在极地，然后就是一个人在这里面躲避僵尸的同时，给那个小队。It's a pleasure to be a part of a team you can depend on. What the hell do you? 又偷东西了。Brotherhood needs it. They take it. 我给它扔回去。来，我给它扔回去。我实在是，我不知道哪个东西能拿，哪个东西不能拿，不然就在哪去了。我拿的那个记录板，啊，这边是不能拿，这个是能拿，好奇怪，谁会？嗯，我就偷了个东西，你们考没考错啊？shit，那我先不录了，等我们恢复各个区域，我再回来继续录。